对啊，去微博给我发篇通稿。哦哦，什么内容啊？云之彼岸，新章重开。啊？关于七月轻舞背后的作者之谜。这些都是被陆青舞推掉的 IP 漫改项目，你来送。只要你能给我东西，我就饶了他。不然，陆青舞这些年的黑料，你懂的。这个是邵总让我转交给您的信。我去旅行了，不用找我。他有买回程的机票吗？没有。季秋那边真不打算告诉他真相？怎么说？是跟他说我来季家的目的，还是跟他说他爸当年真正的死因？哈喽伯父，初次见面，我是季秋的小弟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老师，我们在开会呢。那就散会了。